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，I am Old Man in a New Game。今天呢，继续我们的岛屿幸存者啊，我们呢，接下来啊，准备要出航了啊，也不晓得可不可以出航哦，因为他说后面还有其他工具啊，要做什么船帆之类的，才有办法出海啊，我也不晓得行不行。反正总之，我们先把他的那个蓝图先把它放出来看一下。哦，然后再决定要不要出海这样子。哎呀，这边有个蓝色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我自己标记的，没事。啊，然后这是我们烂掉的船帆，我先来看一下、哦、船帆的话，这边可以放一个。需要六根这个跟绳子啊、哦，绳子三个嘛，然后六根木棒。好了，缺少的配方物品，我看一下，传送仪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哇，居然有传送哎、欸！这力量宝石应该要去洞窟里面弄吧？天哪、啊，居然吗？结果我们还是不能出海、欸，怎么办？异想天开，老头，我们去挖矿好了。啊，你铲子没了是不是？啊，我觉得你还是跟着我去战斗好了、啊，好不好？跟随我，然后我们做一些防身武器去洞穴里面好了啦。看一下、啊、要怎么做一些防身武器嘞？木棒可以用来敲打东西，我们来给他一个木棒好了，还是给他一个弓箭啊？这个取消。其实可以做弓了呢，可是我们没有箭矢啊！啊，应该要先做出弓才会有箭矢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先来做一支弓出来好了。哦，我要吃东西了、欸。为什么这个肉串上面有一块铁斧啊？哈哈哈哈！发生什么事了？啊？装上去啊！它是耐久度的那一种哦，原来是这样哦。它是左键按下去之后会有一个耐久度了，让弓箭直接产生耐久度了哦。原来呀、啊，瞬间秒懂。去洞穴里面看看，吃点东西。OK， 怕。怕骨头不知道能干嘛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那直接从那边穿过来啊！哇，亏我还紧张兮兮的，结果就单纯没什么嘛。我靠，直接爆掉哎、欸啊！没有铁矿石吗？哎、欸，这边需要开路一下。金棒，哇，这个有够帅，这个蓄气，哇，耗体力啊！是啊，快点，来看好了，有了，他学会战斗了，是不是？你拿木棒，我拿弓箭啊，不要在那边乱来，知道吗？这带骨肉我可以直接吃吗？我还蛮好奇的。怎么办？我东西好多、哦，我这样子没有办法把我们的这个矿物给带回来、欸。为什么就不能做个背包之类的、啊？我们永远就只能带个这样一排的。哦，好不方便哦。全部都是鹅卵石哎、欸，这严格来讲就是鹅卵石矿嘛，好吧，这山洞只是让你连接到上面而已啊。啊，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，既然山洞里面呢没有什么东西啊，那要去外面探索，我觉得我应该要做一个猴子饲料啊，这样我们才有办法顺利带猴子回来啊，不然到时候
看到猴子之后，我没有办法做猴子饲料，就超好笑的啦。好，我们这样有四个了，对不对？有四个猴子饲料，严格来说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啊。我们五个猴子饲料了，骨头不知道干嘛。来跟着我，我们先睡个觉呗。明天早上再起来，储存与睡觉。Go， 更新资源了。睡觉起来资源还会更新哦，是要更新什么东西？有野兔哎、欸，他怎么可以打兔兔？哇，兔皮耶、欸，好爽！这什么东西？日记篇章，高官母斯，高官母斯的征服第十二天。附近有村庄，那里有一支战士种族，他们的生活相当混乱，而且没有法纪。我督建了他们所谓的卫生系统，应该是称之为粪坑。这些东西显然并没有照法律规定尺寸建造。进入那个村庄，正式宣布他们已成为罗马帝国控制的领土，但当地居民勃然大怒，把我赶了出来。他被赶出来，死在这里。QQ， 哎、欸，这边有一个锁起来的宝箱、欸，哎，可以把它打开吗？我们把它扛回去好了，因为如果把它打爆的话，里面很多东西啊，我怕我没有办法一次带回来啊，所以呢，我就索性直接把它扛回家了，就是这么的简单。扛回去之路，我们还是没有找到猴子，很遗憾的，打爆它。藏宝图完成，原来那是藏宝图的宝箱是吧？火炬。已经有长矛了、欸，太棒了！多了一个攻击性武器，但是我弓箭还没有用完，所以说我先把它放进去好了。哎哎哎，干什么干什么？学一下。你白痴啊！我要你去打他啦！去打蝙蝠啊！有人会战斗哦，那个箭矢不要啦，听话，有过愚蠢欸，那个箭矢打到石头，然后他就跑去弄石头。我看了什么东西？我们持续往上走好了。然后那一只猴子不知道在干嘛哦。应该是没有工具在那边发呆吧？哎、欸，找到一只啊！才刚说要而已，马上就来一只，又得到了一只猴猴。Good， 你要什么颜色呢？好啦，你比较特别一点好不好？绿色猴，你就是绿猴猴了。然后我看一下、喔，这一只的话要做什么啊？这只绿色猴猴，我们就给它去把东西放仓库里面好了，收纳，做一个收纳的动作。绿色猴猴听好了，看着我做，谢谢。捡起来，放进去。哇，东西很满。笨猴，你会了没？为什么他不想鸟我啊？有了有了有了，仓库满了是吧？我立马马上再帮你开一个出来。等我一下啊、哦！
是啦，对，就是这样。这样他会放另外一个箱子吗？会耶，算你聪明，我还以为你不行。这个石头是不是铁矿石啊？我蛮好奇的。铜矿石，戳一堆鹅卵石。我在想，也对啦，铁矿跟铜矿不会这么刚好，就直接给你在这个地方，一定是在洞窟里面。大猫图腾，一个用来装饰大只猫图腾，可以拿来卖钱。这也太爽了吧！哎，神秘地窖，地窖的迷宫里面充满着危险，谜题与宝藏。如果你抵达机密，就能得到帮助你逃脱了。好好好，我们有一只猴子可以帮忙战斗啊，进去看一下好了。这不知道会不会跟测试版的一样啊？选择配方，这边还可以煮东西，也笑死了。你可能会遇到你或猴子无法跨越的陷阱，试着使用多功能杆子和木头地板。我靠！快跑！我们猴好强啊！哦呦，好猛哦！拿到了钥匙，我只想要捡肉，谢谢。这个吃一吃，捡蝙蝠。等一下，这个是矿物吗？真的哎、欸，这是什么？哎、欸，怎么是鹅卵石？我天哪、啊，怎么会是鹅卵石？这个嘞，这可以敲吗？木板、绳索，这边直接有个木板嘞、欸。好哦，东西满到靠背，拿个木板好了。开门。哇靠！这是什么东西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哇靠！这边有一只猴子啊！猎人，房子破解完毕。我们猴子好强啊！来救猴子啊！给予物品。我不知道给他什么、欸、老实说，给他木板好了。这个嘞，这是什么？选择配方，哦，又是可以做一些神器啊。可是这个测试版已经有了，我没有那个，我没有所谓的红色宝石啊。弓箭组玻璃片。捡钱再说，骨头还好，哦、金属刀哎、欸，怎么办？我要金属刀，谢谢。还有弓箭组哎、欸，怎么办？啊，金属刀给你好了，这个木板就丢地上了。弓箭组的话，给你好了，这木板我自己留好不好？我捡装备嘞、欸，长矛。火炬，嗯，这个长矛应该是一般的长矛吧？那应该是不用捡，没差、啊。有捡到玻璃片嘞、欸，木板。其实我们木板可以自己做，不是吗？还是带长矛好了。它这个洞穴就长这个样子啊。这边有一个木板，好多木板哦。
东西太满了，我觉得有机会我们再过来捡好了。反正他这个地层应该是不会重生吧，我想应该是不会重生啦。好啦，我们现在有两只猴子了，我们再带一只猴子回家。我在想这只猴子要拿来干嘛，放了多少啊，好认真哦这个家伙。然后这个家伙的，怎么会这样子按到头出去了，吓死人了。看一下，很满欸，玻璃片，这可以拿去卖，这个待会再拿去卖。弓箭，我们猴子饲料怎么这么多啊？我记得不是一次给一个吗？算了，有猴子饲料总比没有好。然后长矛放进去，木头顶个火，这只猴子看好了。教他怎么做肉串，他就会在那边站岗，会不会？会了吧，对不对？我来做一个一般工具给你啊！天哪，东缺西缺，好烦哦！这个，我真的超级希望我能有一个包包欸。好吧，我觉得我们今天差不多先到这里结束了、本来是想要造帆船出门的啊，本来要出海当海贼王，不过看来是不太可能的。我们必须要大量的一些铁锭或是铜锭之类的，我们才有办法再更进下一步的动作。所以说呢，我们下一集没有意外，应该是出门去寻找铜矿或铁矿吧，然后再把它带回来。我们非常需要这些大量的矿物哦，才有办法进下一步的动作。好啦，今天先到这啦。如果喜欢影片呢，左下角订阅，右下角喜欢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啊，岛屿新成者再见了，下集见，拜拜。